我操，没枪！你他妈脚底下有你不捡？炮！分房这个。那还有一个。这还有一个。走廊。一个树根。不要。哎，我操！酒店也有。酒店两个。 酒店两个，我这个跑房号了。哎，左边走廊，要不要？看到了，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。要不要？我手枪了，一滴血，他妈三级甲，不是我吃。 我操！这些人，你先撂着呀，没事。我这还有一个。我操！这个兵是真的很想补我呀！哈哈哈哈哈！产品太差了。 知道我们来了，我操，好多烟！把我背走行吗，壮哥？两个闪，那得。近点，近点。我操！我撅了。 为啥还在救我啊？你们隔壁吗？他妈逼，今天天上一队吧？但不是我骂你啊，这个。今天我大家看看猫脸，三枪，但是他不是很配合我，还在往上跑，兄弟。 没看到啊！往上跑呢，一路。我右手还有个阿娇，我右手我头上应该有个，丢烟的，在后面那辆，看后面的吉普，我们这开了，看过来，我们这开了，吉普呢？就在前面。停了。操！三头三甲。 喂，去救！哎呀，我操！我是你妈，兄弟！人在这儿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过了。绿标还有个人，绿标还有个人，然后山上也有人。都碎了。不是，这三十三两把算过半，一把算一半，两把叠起来。兄弟，我不请了，我没那么多。绿标有个，绿标有个。没有那个那种罪恶感了，兄弟。绿标里面吗？ 安全了，我给你堵上。这赌刑啊，赌的！出来了！打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原谅抽的人死了。他妈，这屁股后面是不是一直有个露头的呀？快快快！真有，我操！真他妈难呀！来，没事，他死了。咋了？ 左边，左边。哦，哥们拦不住。要不要一个？那你上不上车？先去。要不要趴着了？两枪。打了他妈大动脉。我操！你丢雷吗？你丢雷？你要炸死我吗？哪里啊？趴着呢。哇，这么……我操！我开窍了，兄弟啊！开车了，最后一个。 还9秒！啊！打头了，打头了！他溜我，我有头，我有。